阿欣。恭喜你 Rachel， 你终于都出了自己的专场。多谢我。系啊，你听晒我哋点未？未啊，啱啱喺边听嘅。又话我出碟，你仲听晒嘅？想碰触美丽烟火，谁在乎？谁错过？我是说。Thank you. 好好听啊，可唔可以再唱多首啊？唔得啊，讲几多次啊？不过咧，我依家转场 busking 咯，你要唔要一齐啊？太好啦，行啦。嗯。系咧，多谢你嘅，成日嚟支持我。梗系啦，我要永远做你第一个同最后一个听众。在相识了第一年后的中午，我们在埋了一起，有他在身边，追梦好像变了一种日常用品，更容易获得。我不会有任何压力，因为生活上的大小事他都帮我处理了。但是原来两个人一起最可怕的就是理所当然。点啊？嗰间唱片公司复咗你未啊？未啊，不过咧，我今日都 send 咗你 demo 俾几间公司咯，应该不如放弃啦。你面对现实啦，无论你几努力都好，喺香港好好听。多谢。如果当初我冇叫你放弃，你估依家？会点啊？如果当初我哋冇分开嘅话，我一定仲好依赖你。离开你之后，我先发现追寻梦想其实唔代表要放弃晒生活上面所有事，而唔去理身边人感受。多谢你嗰阵时咁照顾我，依家我先可以追寻到梦想。个耳机好衬你，我都觉。我去埋单先啦。唔该，我要呢个。你好啊，唔知两位有冇用紧东亚银行嘅 BEA app 咧？有啊。系咁嘅，东亚银行而家做紧抽奖活动，史无前例咁送出呢位先生啱啱听过嘅 KEF Blade 2扬声器，系价值22万噶，仲要唔系东亚银行嘅客户都可以参加抽奖。唔知两位有冇兴趣试下自己嘅运气参加抽奖咧？唔使啦。我想留翻啲运气去追翻一个我好中意，但一直又唔敢追嘅人。咁呢位小姐呢？要啊！我想抽中对喇叭，同一个我好重要嘅人一齐听我嘅 CD。谁在乎？谁错过？